want him to have some comfort at second, third, and short, just so if there's a need, he doesn't eliminate himself because he hasn't played a position. 因为小智有在旁边看我，就是看我打球，比赛打球，然后他会就是跟我讨论说哪里错，然后哪里错，然后最后小智就跟我说，重心是有点太后面，然后有点前几场就是有点太犹豫，不敢出棒，不敢出棒那种感觉。然后小智就跟我说，打击上就是把重心保持在中心这样子，因为有守过嘛，所以就觉得二三有多对我来说就觉得还可以这样。事实上是没有做什么调整，因为去年球季就有在守二三有这个位置，所以在这次的这个大联盟出现就觉得还没有那么陌生这样子，对吧？就觉得很自由自在这样子。